玛丽，我一定要让你知影。这天夜时到，伊绝对是要问我要做伊哥罗夫人无？不过，伊是房贷少年团，我可能会过较真艰苦。伊够牙周病，老啊，我阁要甲照顾。我已经单身9年啊，我有玛丽就要给今日结束啊吗 ？Mary， 这个代志就是，我刚刚袂记哩订阅，中一三国志。 收视率的目标就是2，所有的主持人都应该列入检讨范围。现在就去告诉他们。我抗癌不够多吗？都 cosplay 成这样了，牙龈都流血了。宋朝安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全世界没有一个艺人愿意花一个20几万，等到你们综艺节目假赛，假赛，收视率还是不能破2。杀！ 假赛假干呢，收视率还是破不了2。老天爷到底要我们怎么办？不管世界有多大，穿上沙漠每个地方，走一三国志，走吧走吧，管说山又怎样，用力的挥着刀剑。 好的，主播，好的，主播，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台视周六晚间8点最火红综艺节目《综艺三国志》，欢迎我们现在的特别访问一下主持人，对于收视率，你2月2月近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我现在讲的是我们与2的距离，对不对？对，与2的距离。因为我们离收视率破2，其实就差那么1点点而已。而且我觉得我们与2的距离，另外一个意义来讲，就是我们与剧离，剧离，收视率来讲输那么1点点，但是因为它是不同时段的节目，对对，只要他们调来不同时段的话，他们就死定了。是啊，收视率来讲输那么1点点，但是因为它是不同时段的节目，对对，只要他们调来不同时段的话，他们就死定了。对，强大阵容，首先漂亮的潘英竹竹竹。 会被吓到，会被吓到。好了，不然怎么是也会吓到我？那你吓到我？哦，小夸他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，真的也是会吓到的，就是真的我们与2的距离里面最厉害的大叔演员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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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观众记得你是在高点的，不会了，我最后是在高点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来就是新收队员，严加管教，是兵是兵，好，配三步，瞩目的对象就对了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把那个焦点移到别人那边。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你，他有一个焦点，我就对。哎，其实我们很早就来说话了。对啊，没说话，没有说话。他们说粉丝。哎，我第一个到哎，那没有一个人到哦。你就是不了解我们节目，我们都是新人啊，是不是？他们不会化鬼妆，他们只化 cosplay。不要不要这样欺负我们的纽士哥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已经被节目蹂躏到，大家都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，马念先。马彪马哥，过来人，过来人。又来，马里奥马哥。但今天我相信我不会太惨了，因为今天有红哥在。对，有人打。今天有技术得住好肌肉啦，你要跳出来。不然严轩呢，你很快就退出。今天是你啦，你我跟你讲了，你现在先把感言先讲讲了，你轮不到上台了啦。真的啦，两位，你们不要。先不要，你先不要。
开场而已。两位，其实来这个节目啊，送你们两位八个字啊，什么了？放下自我，重新归零。不要想太多，我不要想太多。我以为你是要说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。是不是？这两个来就是要放下自我，重新归零，这是最基本的开始。大前辈，大前辈，大前辈，我到现在今天还没死，你就知道有多不容易了。我们今天什么赛制？我们今天是双人挑战赛，要一起过关才可以下班。对了，我们女生只有一个半而已，我们加他也是两个吧？加他，勉强我也算半个，我也算半个，像双人的屁呀！现在怎么配对？反正我们要让这些，我们要让这些大叔演员们有发挥的机会嘛，多发挥几个单元看看啊！马上进入我们道具卡争夺赛。各位来到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，这也是全台第一个客家文化保存区，大家举目所及全部都是非常丰富的客家文化的资产。我们其实今天呢要进行的毕竟是我们娱乐的距离挑战赛，这个挑战赛当中呢要考验大家成为媒体记者的素质，有没有能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，所以要玩的关卡就是等等攻占头版，在照片中占最大版面的人即可获得偶数回馈。最大版面，各位应该很会抢版面吧？自己找饭吃，不出事就。哎，不，我在照片都比较习惯被偷拍这种。你们非常擅长吧？很擅长吧？很擅长。我跟你们讲，等一下会分成两组，六个人一组。每一次呢，我吹哨之后会有五秒钟的时间往前冲，冲到镜头前面。你们要去占最大版面、最大的面积。我们会判定哪一组呢？例如这一组可能张立东，占的版面最大的，他就可以进到下一回合。然后第二组进行，我们再选出一个人，最后两个人再 PK。PK 太累了吧？连大的要算 PK。对。头版应该是三国的专场啦，我们三国很多成员都上过头版，对啊，都是社会。你以为你为什么会来啊？对啊，我们都是社会。你也是因为头版才得到这个位置。谢谢，谢小心你下次头版回馈我们吧。谢谢媒体记者，谢谢回馈我们。赶快分组，分组。然后我们就这边六个一组，这边六个一组。啊，其他人就先在旁边休息一下啊，这个太阳。年轻的先啊，啊，我算年轻的吗？当然不是，你们给我累了啦！不要玩这种乱效果啦，老师在旁边安静一点啦。你都是觉得我们才刚开始就啰里吧嗦了，演员吧，你太累了。反正不会是你啊！展示我们攻占头版第一回合比赛。好，现在是我们攻占头版的青壮组，青壮组准备在老年组旁边先休息一下，龙柱下。等一下呢，我吹哨，你们会有五秒钟的时间抢到镜头前面啊，所以要注意听哨声，然后跑得够快，准备好了吗？预备。恭喜 Teddy 晋级，好恶心哎！好，接下来是我们老人组的部分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好像一哥哦，李毅哦，李毅跟我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年轻组跟老年组各派出了一位代表，来准备喽，预备。我起步很慢，3、2、1，破！哎呦，有的拼哦！看似就是三情侣的照，李毅，恭喜毅哥！好，好激烈！恭喜毅哥呢，获得这张偶数回馈卡，来给你三张，三回合的偶数回馈到底什么功能？我们上车告诉你。大家应该都体验到媒体记者跑新闻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吧？没有，好吧，跟真的一样，一点都不喘吗？就这么吹哨子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啦，是你们累了，你们累。啊，毅哥呢拿到了这个偶数回馈，有没有要买三乱？烂三乱，硬烂三乱应该不是什么。这个是可以让你们有机会或多额外获得一些零用钱的机会哦。对啊，千变真的1万变2万，应该有回馈。应该不是，没有那么好康的吧？他做的单位没那么笨啊，多少他才会卖？啊，你出价，看你的良心。有事哥讲话，可是现金哦，是吗？真的，真的，对对对，慢慢讲，还好玩的嘛。没有没有，你看你说多少就买。以我们的经验，讲的，以我们的经验是现在还可以讲它的功用哦，大概你可以1000块就可以。1、2千，还不知道功能哦。2000啊，好，2000啊，我看了，我帮你喊。这么2000，2000，4个水温呢。
很要我，可以哦，回家再换一张。所以是卖赵哥吗 ？OK， 两千。赵哥，赵哥，赵哥再喊一次价格，两千块钱。好。两千，不是靠又小又短线，两千。现实内两人需合力用头夹住娃娃，并通过旋转机关。你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大神奇怪吗？起色，不会过，大家讲啊！预备。赵哥再喊一次价格，两千块钱。好，两千。不是后悔，最后悔。不是靠又小又卖短线，两千。对啦，成交，这张先把它拿过去。讲解一下规则哈，使用者呢，只要使用偶数回馈卡呢，该回合他就第一个抽的。只要他抽到偶数，例如说246的棒次的话，就可以额外获得一笔奖金。哦，奖金的数量就是2000元。哦，还好，如果输了1/2的，一定会中2000。这什么意思？好可怜。我们来讲这个是赔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辛苦花2000，有被骗的感觉啦。这是赔啊，是赔。那张哥，你先用啊，越后面抽越好啊。张哥，你先用，那我们效率一样。先用啊。但我想要送给佩蒂一张。好。哎呦，我们今天地情深啊。三国真的大家都是很有感情。你没有拍，真拍啊。你把这张贴上，这张卡很烂，你才要送他。你这样很多啊。一哥，你搞错单元了。兄弟情深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lucky 卡有什么。第一个王赦，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，吴康仁饰演那个角色的律师。好，来下一张，富二代。哎呦，好，来下一张是什么呢？二零战警，还要骑机车，骑摩托车，骑机车回家。好，来，二零文祥，好浅，这个二的东西，不可能。我从上面看下来，我以为是会真的被叫一只鳄鱼吸进来啊！来下一张，《二郎传说》，我很老的东西哦。这个 cosplay 啦，就是扮成那个什么角色，大家都知道，都年纪都有一定的程度了。好，来接下来看基本款，可以。哇，这东西钱来花花了吧？来护送我们 lucky 卡到前面，可以抽了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与恶的距离挑战赛要去的第一个关卡，要玩的地方呢，这个地方的名字听起来会有一点点敏感，叫跳槽运动会馆。这地方跳槽你啊，没事，跳槽是跳过去的跳，槽是这个潮流的潮啦。哦，里面有很多的跳槽，我不要跳槽，我不要大跳来这里。前往二的距离越来越近了。这地方有很多运动器材，什么跳床啊，或者各种不同的器材，让你们可以在室内玩很多的东西，甚至可以攀岩跟跑酷都有。所以这地方就要硬哦。那因为呢，我们做媒体的人呢，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好的神队友一起加油。我们这一回合就是要跟队友一起来努力，考验你们的平衡感，好不好？要玩的关卡就是登上恶魔岛。每组2次机会，需与队友接力跳到指定平台上，率先挑战成功的队伍即可过关。对，我们什么时候不有体能的游戏？然后年龄最高的一次，全部来自体能。对呀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用保险了，太好了。来，请抽啦，赵哥要不要用？赵哥会用。那先抽，你要用。才5轮抽奖，这个 lucky ball 只有1步就用了，就用了，用了，用了。看自己有没有解吗？赵哥使用偶数回馈。只要246就可以嘛，只要246嘛，打平或者赔2000。打平。换，你的单号练唱衰。我是媒体人，被激怒了，生气。修养。那你自己被喊到双号，这里面所有人是我最挺他，他每次都先弄我。他就最讨厌你。你自己被喊双号啊？对啊。双号，去年喊的，去年喊的。大号。是啊，哎，幸好
紧张。Lucky ball， 好，好险。洪哥来，第一次来。洪哥新手用哪一个？二号。哎，2000块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Lucky ball。好久没看到你好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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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久好，来，丰田这一根主轴都没，主轴都没，主轴真的很色，天地有心啊，干嘛？假戏真做，谁好？好 ，Lucky Ball 是三号，你们都在假戏真做。豆哥，请选择八张，八张对不对？阿刚，我是第三，这是三。哎呀，你的主，我另外一个主轴是一啊，跟我一个，也有三加三是六啊。我猜 cosplay 一万是一组的，二郎传。我一说三加三是六，他不会演，要换六，我再演。那这张我就不要，我就不要他。鳄鱼圣母，鳄鱼，对，这是不要，这是没有，刚想说不要。你要选什么？你要选什么？六吧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张这张。哎，拿掉之后的第六张还是那张？二代，好，二代。我跟你讲。兴奋哦，二代嘉年华二代，豆哥，这个东西是帮助你可以清除一些业障，不是啦，又是礼物。恭喜获得小米空气清净机二代。二代，这是他们推出的新机。二代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推出的是第二代的产品。我这个我家空气超渣的，那是你的人问题。对，空气渣，你进去空气，这好哎，这好。恭喜恭喜！好，来，其他朋友们刷号码一，你可以跟他买啊，是不是跟我的习惯一样？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有个橘色的台子，你们每一组会有两次的机会，可以失败一次。第一个先上去跳到台上之后，另外一个再接上去，一起在上面要 hold 三秒。这个画面好陌生哦，不太适合我们三国志。这已经没有了，机会了吗？有挺难的关卡的。我想啊，只有半投注到可乐瓶里面那个时候。可不可以有自信一点？自信好，来，吹哨就可以出发，两次机会哦，两次而已哦。你知道你上去失败的话，这就算一次了。好，开始准备，预备。冲过头，你应该冲过头，冲过头，冲过头。好，今天是洪哥先了，预备，不要往上，讲得最快，预备，叫你往天上，来，洪哥，不要冲了，敲了，往上不要，敲了，完了。玛丽出发，玛丽要用什么方式？青蛙式，有机会的，呱呱，呱呱，预备 ，Round Two。哇，不可能，第二组挑战失败，第三组请就位。挖掉挖
票。好，为了弥平大家的这个疑虑，我们特别请教授。我们不废的，教练来进行这个。大家都以为我们很废，连弹簧床都没碰到。来，准备好，教练，示范赛，预备备。我觉得不会成功。你看。现实内用指定的身体部位将队友身上的气球全部挤爆。来，准备好，教练，示范赛，预备备。我觉得不会，刚才压力多大？你看，好帅！好帅！你太强了！我们是真的很废。OK， 谢谢教练。他知道，教练知道那个正确姿势啊。等一下，站着可以。趴着也是看看。教练花式的来一下看看。趴着一下。教练示范赛第二回合，预备备。Round two。请这位，好，刚刚一句说什么像风筝啦，一句说像趴着，害惨前两组。我们是故意的，故意的。我知道其实是要故意的，我根本不知道。然后怎么整？八号。哎呦，反攻了，帅啊！我们讲究技巧，虎秀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来，那你们谁先出发？豆哥，好，来，吹哨就出发，预备，出吧。时间，你上去要接住豆哥哦。好，准备啊！扣钱，我觉得一可以。预备 ，Round Two。速度要扣快。你看。哇！站起来！一哥，你小心被干拽子哦！豆哥，预备备！狗哥，冲！拔刀！刚才制作单位这边有特别讲，老人家拉前面一点，拉前面一点，所以我们有稍微给你们点优惠了，好不好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吗？你把那个垫子放到那个红色那块后面，也不需要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赵哥要出发了，到 ，Go， 哈，加油！有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拜了，可以。他手有先扒到了，刚刚谁做的？这样说有，这样说有。你是做人，你做人失败。再下去一趴。因为你们要玩啊，我比较重，所以你重量都是我负重，尽量往后都没关系，我会踩在你的前面。可你不能把我放下去。讲得好精准。你不是马里奥，是马盖先。Q 啊！来一位。不要全部像马里奥，盖上都要拉到这边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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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
可以耶。沉下去了，哇塞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老人过关嘞！谁说他们是老兵？他们不是老兵，太厉害了！来，请直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就先提早收工，好吧？好，知道啊。认真，好，撞到没有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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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撞到，撞到。对啊，累了累了，来踩一踩啊！你不要抓太紧了，好快啊！小丽小丽，你不要撞到屋顶。上面那个没有，你说下面那个撞到不行就不行，都不行。撞到我们要讲理吗？器材这边没有在讲理的啦，走走。会是有马哥跟赵哥，所以不要小看敬老组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就跟小马练，你正式要回你的名字了，你真的撞到了，马力哦，马力哦，厉害！你以为以前，以为以前我都是在我在学校是校队，我都真的我都用单脚上。好了，你如果没过的话，你会敢讲这件事情吗？好，其实刚刚大家在这个跳槽运动会馆里面，其实看到很多设施嘛，因为它是很难得把跳床结合足球、篮球，还有攀岩、跑步各种不同的设施，让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在玩得很开心。但里面有一个设施，目前大家还没有玩到，有没有看到一个会旋转的机关？没有没有。我们称之为八角弹跳床。这个八角弹跳床呢，它会一直不断的旋转，然后让你考验你的弹跳力啊、平衡感等等的。所以我们等一下玩的关卡就跟这个有点关系。来，要玩的关卡就是恶魔娃娃，现实内两人需合力用头夹住娃娃，并通过旋转机关而不掉落，率先挑战成功的队伍即可过关。夹住娃娃，这两个人要一直同步哦，要一直跳，要一直跳，完了身高也差不多，还有个旋转，然后那个旋转的会一直不断的绕过来绕过来这样子。好，来请抽 Lucky Ball。后面的这个队友很重要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用这个。哎，好惨，哇！他这一圈会下班的，缺钱哦。他想要下班的，回转。第一个先抽号码的，过了十二点就想要下班。Kenny 246就可以抽2000元啊，单数啦，单飞了，单飞了啦。四号，耶！芒果钱，芒果姐又变成讨厌，那里要冷清了呢。贴掉2000元，恭喜 Kenny 获得偶数回馈2000元。耶！那我现在要分一哥1000啊，因为这个是一哥九的。哦。我觉得他1000的话，你太难看了。真的。我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我都捐给大家，公积金。哇！那 Kenny 自己拿这1000送给我了，肯定肯定。这样好看吗？把公积金再还 Kenny 好了。我们的节目不适合太温暖了。我没有要钱，大哥。需要钱。
我上班装干，因为你需要解他来。哎，剩下还有正式的一颗 lucky ball， 来哪一边要先抽？后面，我第一次在你们节目看到温暖，真的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温暖，那是不是？那是一种太少，施舍太少，几千年面子问题。三号来，丰田，丰田最想抽三号，三号，芝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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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猪猪，芝芝，三号。平常吃一些什么奇怪的？一号，马上温暖都不见了。来了，二号，哎呦，前面呢？赵哥的 lucky ball， lucky ball， 我要连两拉吧，连两 lucky 一号，哇！红哥，红哥，奖金走。六十哥，有四哥。扣一个啦，一到六，扛一个啦，五千一万都真的。红哥是真的拿，有一万块了，真的拿，马上现发一万。不要把这个钱看那么俗气。红哥想，那你们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只要说你要扣什么嘞？说你二零战警，真的吗？对，就说你还是玩一下，我都做出来了。来六张，这张，最后一张，会选哦，有在看我们节目，那个表情，一二三。二郎传说，口干之类，你要喝最经典的。来，二郎传说，红哥，你的队友是谁？两个人这样一组，他在组的。二郎传说，到底二郎传说会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经典的角色？我们下车告诉你。新媒体从业人员呢，虽然说不断追求新闻消息，我们还是会希望可以看一些复古的东西，满足我们的心灵。这个真的是惨不忍睹，好惨不忍睹！我是建议不要把他们请出来。应该说是演艺圈最坏的示范，最坏的示范。复古不如做古，好不好？对对。直接欢迎我们《二郎传说》经典人物泰瑞伯格不知火舞。现实内两人是用四脚朝天的姿势顶住水盆，并脱掉袜子。太逗了，你卖叮当啊！完了！张立忠，你要我一个人可以的，一个人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欢迎我们《二郎传说》经典人物泰瑞伯格不知火舞。搞人家的进来干什么？就你们等一下要穿这样在闯关啊！来，我们第一组准备恶魔蛙，请就位。欢迎来到我们八角弹跳床这个地方，大家现在面色凝重，因为这个真的太硬了。原地跳跳不过去。加油啦，你们是过不了。准备哦。好，第二棒请就位。等一下，来，预备。来，跳。这简单，好来喽，矮的来喽，跨过去就可以了。这一次刚已经有上一次机会了，可以，算开放你们喽。这次没过就不要啰里吧嗦，我告诉你。跨过老板，下去休息。好丑，跳。第二次准备。
们泰瑞伯格跟不知所云准备要出发了，因为我们有阿巴威，阿巴威，阿巴威，好来啊，准备，预备，八百一样糟，来就过来了，非常好的演艺生涯搞成这样，你有四哥，一个，后面矮的也过不了，糟糕，不行，对，还有没掉没掉，这个已经快掉了，高的认真掉，认真掉，来了来了来了。直接夹紧，来准备，预备 ，Round Two， 玫瑰玫瑰玫瑰，只有一家玫瑰瑰，这个 OK 了，再调整掉了掉了掉了，简单简单，再加紧再加紧加紧，一鼓作气一鼓作气，飞起来，二郎传说，哈哈，哇，哈哈哈哈，哇。请教位，好，接下来是鲶鱼跟祖祖，你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大什么？请问什么？起色心？不会过，大家讲啊！因为臭的东西不会过，不会了，最多会过去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没有女孩子比较。女孩子比较弹动，弹跳这么长，轻松，没腿没腿，跳，你看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真正的挑战来了，高的，哇，两个腿都麻了，玫瑰玫瑰。预备，真的能抓。好，速度快的哦。这个都不要紧，这个用跨步就好了。对啊，这个用跨步跟跳一样。找到步调，跨步就好。哎呦，他们很有默契哦。哎呀，来了，硬的来了，硬的来了，再卡一次，可以什么？我们可以的。一、二、三。啊啊！玫瑰，哎，好了，玫瑰再送一组，他们玩的，后面要玩的，谢谢啊，谢谢，红票，上分再送一组啦，来，彩彩看彩彩看看会不会下班，过头要过头，要掉上面去哦，过头过头了，上班上班，再送一组，再送一组，他们玩的，再让他们玩一组，我要被上班，身上有血迹，我要跟他们破，我要身上有血迹，来，欢迎第四组赵哥，请就位。好，我们再送一组赵哥跟 Teddy 哦，来来来来啊，预备，荣誉，荣誉，赵哥，荣誉，荣誉，老弟不死，只是凋零，会不会紧张？还是数一二三，蛤蟆功跳起来，跨过去就好了，跨过去就好了，跨过去就好了。来，准备第二次挑战，预备 ，Round Two。哎，会忘了几啊？会忘了，真的。我现在记得。连第一怎么过不了赵哥？就会摔过。矮的来一下。一、二、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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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。我闭眼的好看。放下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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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我
好，来第五组，丰田跟毅哥，这个有过关项，对，但是他们有身高差，主要是因为丰田的腿很长。对，好，来哦，准备哦，预备。原地，原地啊 ，OK， 不要跳过去，飞起来，原地就好。一二，轻轻的。哎呦！太快了，太快了！我干嘛？很容易啦，跨脚跨过去就好，跨过去就好，不要跳，跨跨过去。怎么觉得这个很刁啊？对，要跳要跳，风飞起来，来来来，风田好断，风田好糟糕哦。对，来来来，下一次来了，哎过哎，这是过了吗？没有，这个没有。有争议，有争议，再给你们玩一次。太有争议了，再不行了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球中来的漂亮，要不要只挑战高的？好，高的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慢慢来，循序渐进。来，你连矮的都过不了，还挑战高的？好，两个人换的位置哦。预备。Round three。你那要跳过，你不能跨过去。会惩罚。就算过也不算过，没有跳。我想跳。简单的来个。来来来来来，慢跳哈。丰田还没心有余悸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们以后游戏哦，那个难度不能太高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加上所有人那个手脚啊，对，会动手脚，难度就会就变高。我们在激发他们的潜力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们的游戏不用太难。对，就是旁边那个棍子啊，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用海绵包的，所以基本上就不会用很认真的心态。如果今天是绑武士刀，哇，大佬过关了。谁讲谁用？武士刀，好，再用电锯。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是新竹公园。新竹公园这地方号称北台湾最大的沙坑。你讲话可不可以有力一点？因为红哥快睡着了。红哥，红哥，红哥，你不要发那些发挥啊！刚刚那个 cosplay 就把他搞累了。对对 ，cosplay 这样发挥。怎么了？发挥，发挥。太多了，这就差了，这就差。那我们这边有比较老人的行程啊，新竹公园这边是老人下象棋的，在春天的时候可以赏樱花，你看还有河畔的风景啊，还有北台湾最长的沙坑，跟小朋友一起玩都 OK。那讲到公园的话，最重要的是情侣两个浪漫的一起逛。哪来的？我们又没有来的，哪里？大家动眼马有马力啊，祖祖啊，这个不错啊。然后呢？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些比较浪漫的关卡，大家记得有一部偶像剧，林依晨跟郑元畅演的《恶作剧之吻》。来了，各位有牙周病的小心了。来，要玩的关卡就是《恶作剧之吻》，现实内用人中夹竹筷，并传接手环，率先达到指定数量的队伍即可过关。男生跟男生玩这个可以吗？超球吧，后面的。哎，一哥使用偶数回馈。来，请抽两天准备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打开一号，一号，省下了，省下了，省下了，赚太多要过关，换前面，要下班回家。
哇，三号，那是你家了。Lucky 波啦，四号，王少伟的幺幺，少哥，没有 ，Lucky 波的家，四号，砸波砸波啦，中了，还有几号？二号，哎呦，大力哦。张立东，三号，我，哎呦，马哥中名，马哥有了，6号，丰田，你不要那么偷开心哦，丰田，我看到你的脸，猪来了，猪，5号，都被 special 抢走了，好，五号让猪来，6号，又是 Kitty 恶心的，来，大哥。你刚是怎样？你刚刚是一个电眼，来，而且他又跟主厨，哇，你只能选一个吧？人才两多，对啊，五张 lucky 卡，改到是演你，老天也超不公平的，那我得到幸福，对啊，随便都中了，五号，第5张，5张是超高的，中了啦，该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麦克五号，麦克五号，都是麦克五号，不要再换了。20、23，看来现金5000，该你的跑不掉，有钱的，哇，哎 ，Teddy 今天赚很多哎，真的，8000，公积金，7000，又有钱又有得拿，那是好事情，好笑死，都给 Teddy， 好像该死，好像该死的，前面过关呐，对啦，没事，不要让他玩到，来，我们发号码1。公园，不知道为什么 Teddy 现在心情非常的好，因为刚又拿钱了，赚爽。对，刚才没有摄影机在拍，你知道他跟主厨多近，然后这样子有说有笑，对，他说发自内心，还说等一下如果吐到你不好意思哦。你看张立东现在心情不好，你看，好好好，开心好吗？好不容易可以在这，对不对？作剧之吻怎么玩哈？一个人站在那个靠手环那边，然后另外一个在中间，然后用人中夹那根竹块，把手环传到他这边之后，这个人要把它传到这里，30秒要3条，30秒，这么久啊？这么容易？来，第一组请就位。跟戒指的比较难一点呢。好，第一组一哥、赵哥准备好，预备。风老大，风老大。很难呢，要几个？5个，3条，这样过了哎，哎，暂停，暂停，暂停，怎么可能？那他太慢了啦，要掉了，吹倒了！哦，那选在这个顺风的地方哎。新竹不愧是风城啊！这样哦，风太大了，这么难，风太大，我们没过，别人组也不可能过，不可能骗的。来，第二组请就位。我现在再玩一次。来，第二组，第二组厉害的，你们默契，《神雕侠侣》默契一战。不要逗我笑。没有。预备。这个要扎眼。好，现在没风，刚好。检讨一下，不要再要检讨。来，第3组请就位。
第三组红哥跟鲶鱼，好，这个嘴唇感觉要快抽筋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吹哨开始30秒，预备。哎呦，要快！哦，可以耶。行啊，对哦。该不会又要过了？快快快！来来来！哇，第一条，第一条。时间才过一半，红哥上不去。是有事啊！可以，快快快快快！回来接，回来接！赶快赶快！好，再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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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有机会有机会！下掉就好。对，用左手。碎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有，是是是，我刚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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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四十秒，四十秒，四十秒，没哭，没有，真的，真的，四十秒整啊，真的吗？两个才可以啊，傻哎，30秒太苛刻了啦，哎，每一个白内障的不能加到十秒吗？刚送船，他吗？他刚刚在车上一直在拍手，说你拍手，他说他看到蚊子，有被蚊症，有蚊子，你晓得吗？也是蚊在那边嘞。不要，我们给红哥一个表现的机会，40秒了。他年纪都不到了。继续，我们让第四组吸取前面的失败教训。我早一点取得，我都要给他们了，多亏多亏了。那叫罗马。他们就是没办法过。来，下一组就位。第四组，第四组完蛋了。我想平时哦，人中都要锻炼啦。关键是你们的身高差有点危险啊。我们光掉下来了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好了，第四组。哎，不要侮辱我们人格好不好？这样人格就有问题。我是鼻涕黏他，你不要守住，不能让 Teddy 玩到。对，我会守住，守住，守住。来，准备，预备。这个要扎眼。可以哦。可以哦。身高差太大了，少伟哥。快要快，第一个没过就没了，没了没了，好了，有机会有机会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啦，下一组了，怎么那么消极？下一组了，不要浪费了。哇！平常锻炼什么，少伟哥？锻炼错了，锻炼了，锻炼什么？锻炼大腿啊！你锻炼什么？你锻？风来了啦！风来了啦！锻炼什么啦？好了好了，慢掉了，哇！亲到我们的电击台，不要来过我。主轴请受，请上受害者位置就位。针灸师 Teddy 跟我们的受害者辅助，针灸他，针灸他，针灸针灸哈，要感觉要针灸是哦。如果吃豆腐，我们就是主餐。对，不会啊，不会。不可以吃豆腐。我们要看不惯，不要惹我们了。要认真玩哦，不要弹出感情来哦。玩的时候不会，亲到就会。不可以放感情哦，准备啊。我们会用放大镜看你们。再见。你故意哦，好像很厉害哦，很厉害哦，在你这个时候，哎，你看，根那么长，你就要夹在正中间，你不会夹边边吗？他没有在想，不要教他，不要教他，这是色情的想法。不要跑，他起不来。好，现在掌声要吹哨，就来吧。他笑都没笑。他起不来，这个是女生的。加快一生啊！我们要加10块，10块就加快，直接加！
较好，取名前好，来第五组没有过关，第六组请就位。第六组马哥跟我们的丰田准备好了，好，这个就随便看看就好了。预备，好快，我跳也好快，真的好强，真的好强。第六组马哥跟我们的丰田准备好了，好，这个就随便看看就好了。预备，好快，我跳也好快，真的好强，真的好强。他连饭都拿干了，干了，没事，我这边。哈哈哈哈哈！完全没有对到，马国杰也不变，马国杰，马国杰快一点，马盖先，马斯利，马斯利，马杜鲁，马格丽特，你要放下去啊！马丽啊，不给他，对啊，哎呀，对，这样对了，这样对了，哎呦，一个人，一个人。再有再有，我剪的比你好。再有再有，可以接吻呢，可以，还可以。走，是上车了，偷脸了。谢谢谢谢，我太夸了，对不对？你好弱啊！你刚刚还一直在那边说有这么难吗？他会不会玩游戏啊？来了，厉害！要干嘛？没有礼貌。妈，怎么第几？第几？吓得自己的世界。第几？好难哦！你有什么要跟晚辈说的？对啊，他说你很烂嘞。算了，他有话跟你讲，他有话跟你说。你要跟我讲什么？我有媒体。就这样怎么样？不然你未来录什么节目？但我都几岁了？哎，多讲一点，你要讲的就是我想讲的话。怪了，我就是哎，你当和颜悦色录影不行，不要，没你。怪了，第几？第几？我们是第一串，没事。等第四关才发名次。辛苦了，马念先大哥，谢谢你。全员请上游览车。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呢，叫做北深复古车咖啡庄园。这里面呢，可以看到有没有人是爱车的，很多老爷车的车款在店内都有展示，而且甚至是把座位改装成复古车的样子，坐着就好像在开车的感觉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来玩的这个关卡呢，其实就是要看你的队友有不给给不给力啊。这东西要玩到现在，有哪一个队友是完全没有笑吧？你好幽默。天气很热啊，大家清凉一下，稍微玩点有水的东西。要玩的关卡就是喊单加油20，限时内用嘴巴吸水并吐在队友头上的容器内，率先达到指定刻度的队伍即可过关。真的，嘴巴臭的，张立东也不能一组，然后鲶鱼也不能一组，牙周病，牙周病，他们两个一组啊，我真的好，哪有那么快好？他吐好，他说我再吐这几口就会全愈，你是把它传给别人吗？传染给别人就对你就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抽 lucky ball。不要跟鲶鱼一组啦，你不要跟立冬一组，没错吗？鲶鱼是最臭的，口水超多的，鲶鱼的口水有毒，杂质，我吐出来水都有杂质，还要过滤。二三号，哎，如果是到队友的头上，一号，哎呦，我看一下，来喽，一哥，第一组哦，好 ，Teddy 先，五号，哎呦，还没重复哦。今天一哥才在讲说都没抽到好的，还有一张一万哦，最大奖还能出来哦，好久在后面哦。一号，啊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，你是第一个，压轴水，压轴五号，他可以住啊，哇，六号，尽量笑，尽量笑，对，尽量笑得更开心。压轴五号，好，一起来 ，OK， 等一下，你们压轴五王。亚洲舞王，亚洲舞后，可以，二号，我跟大哥，哎呦，可以，要过哦，来，有，四号，在这里，
哎，玛丽乌，玫瑰，玫瑰，五号，一哥，三号，好，来一哥四张卡，哇，一万块，两成五的机会哦，两成五。然后我们有小道消息，听说鳄鱼也是好的，鳄鱼好像是赚钱。对，你们哪来的小道消息？我们很厉害，道具收仔细一点。我看到了，这是鳄鱼，看，他已经给我钱了，赚钱了，我给你。我感觉怎么好，没关系，反正哪来的小道消息？道听途说，是玛丽发现的。二号，一号，第几号？你跟我想的也是一样。好，他跟鲶鱼共同的想法。鲶鱼最近很旺。三中什么？哎呦，水是鳄鱼，说完就来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来鳄鱼，你要跟我 PK， 你要跟我 PK， 破解。来，请进我们的鳄鱼牙齿挑战，鳄鱼拔牙大挑战。一哥，你要跟我 PK。眼前这只鳄鱼，我们要比赛谁能够活到最后面，没有按到，没有被鳄鱼咬到。只要你赢的话，就是获得鳄鱼拉扣斯的包包一个。哇，三千六多哎！那先给我们看一下嘛，价值多少？价值5500块。哇，太开心了！再看一个，那你有动力，太轻了的，好快！价值6000。啊，如果输的话，像鳄鱼电蚊香一个。哇，这个我家需要，这个我们外景需要，需要都需要。那我稳赚不赔啊！来，我们先放我们这边。这么开心吗？我以为输的是被鳄鱼。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谁输谁先好。剪刀石头布，这样子好布。我先。对啊，先比较。先的输的比较大，中了吧？你好，你们手不能躲，就来咬哦。第一下都中太扯，那个是精品。好衰哦，这么衰！爸爸拿过来，爸爸拿过来，这么衰！给小满两个，装起来，装起来！我妈要退货了，你以为？干嘛？哎，我说臭屁什么？臭屁！这是你赢得了吗？老板娘的，对呀，这是我装好装好。老板娘好凶哦，真的好凶哦，真的是随机的，真的随机的，怎么这么衰啊？对呀，看不到两分钟。哎，不，我们还是有礼物啦，送你鳄鱼蚊香。外景不发电蚊啊，公积金的，捐两个出来。这开心的时间好短暂啊！对呀，才看一眼就收回去了。各位，我们一系男生还是要发号码一。让嘴巴含水，然后喷到这个里面。这么简单？赵哥，我跟你讲了吧，赵哥不相信的，他怎么有可能羞辱人？就是这样，我们节目应该说含了以后跑过来啊，吐，这样来做。你那这样能站那么远这样吐？他们连这个我连西瓜汁都可以吐，这是水节目的风格啊！这是我们节目的那么高尚啊！对啊，对啊，那节目不是就这样子吗？哎，人家第一次来都知道我们节目非常习惯了，牺牲奉献。好，来第一组，请这位。来第一组，记住哦，是限时一分钟之内。因为我本身有牙周病，快好了，怎么样？还是要为了他着想。那要他吐一吐，变成他有牙周病。他吐你，下去个整桶都牙周水不行的。对，合理合理。好，来准备了，预备。一分钟，快！什么？有力啊！有头低，活力不够强。你要往前，你要头要往前。你要全力！他刚刚吐口水，你要散射，快一点！太慢了，几秒，计时几秒，一分钟。我觉得一滴都没有，我觉得要帮忙。不是在脸上，第一棒帮忙，太快，要帮忙。好想你，挡不住。下流。你还喝得下去？品尝的，满天星的味道，而且他头都不往前，你全身的毛孔都要闭起来了。大口一点，吸大口一点呐！不行，你喷的不够力耶。买了，酸了吧？不行，你自己看只有多少水，三分钟都不可能。小心，满出来，满出来。你怎么吐在这里？来，下一组，这位。
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赵哥到现在还不接受这个，还在想哦。那你们是谁要被吐？我们不然我们来问大家意见好了，我是都无所谓了。你要吐还是被吐的？猜拳啊？什么叫无所谓？你干什么？不要尊重大家民意就对了。什么？这些狗屁什么民意？民意如流水，今天我跟你讲，这烂到不行了，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的命运了。好了，因为有人到时都不好，赢的被吐啊，赢的要被吐，赢的被吐，失败。不行了！仲轩，仲轩和仲基，仲基不要跑太远了，仲基。怎么睡了？把一个老人家搞成这样子。快走动了！那动作看起来比较像漏尿嘛。坐下，你找个，找个，你们坐一下，坐一下，你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你都跑超远，大哥，你冲刺到这边之后，以后都没有力了。你这边都没动，台湾都跳好。速欲静而风不止，赵哥吹不动了，超痛的。好，所以少哥要被喷啊！我觉得有机会喽，好，准备啊！愤怒就有机会，他愤怒有机会，使出哇！他会不会整桶大一口气整桶喝完哦？来，准备啊！倒数十分钟，中间的半咖你上厉害的，你加油啦，进来啦！预备，赵哥加油，赵哥！哎，没有中哎，赵哥，赵哥闭眼睛啊，准一点，赵哥不要闭眼睛啊！长笑啦，赵哥，这样怎么可能有办法？赵哥，哇，长笑，长笑，自己调镜头。真的，赵哥好在意镜头，我的天哪！赵哥，赵哥好认真哦，你看，哎呦，加油，有点累积，有点累积。赵哥，我们太光景了，不行啊，这是走不对吧？那你再看一个濒临溺毙的，看你的，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手？要不要换手？你不要，不要，你们拍照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来到新加坡了。有鱼尾狮，鱼尾狮。哎，来来，出来动作，鱼尾狮，鱼尾狮，来来，我们要拍那个接水的下这个动作，尾狮，哦，尾狮。赵哥，你要张开眼睛看才会进去。赵哥，你看哪一段？没关系，稳一点，稳一点。赵哥，不要拍，三，还有都有雪茄的味道。现在几点？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我跑不动了。我跑不动了，我脚太酸了。所以这时候欺负他最好，他不会吹了。有没有吹不动？挑战失败，下一组就位。真可惜。哎呦！然后这组往前冲喽。好，预备。一分钟。不是。过了，过了。李毅站队，李毅站队，李毅站队。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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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过关，会过关，会过关的，可以。爸爸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对，左脚滚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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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，我头重，我头水，还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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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完成一半，准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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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动！不要动！哎，很强，很强哎，很强过，厉害，厉害，过了，过了，哎呀，剩那么多，谢谢大家，清清楚楚过关，恭喜过关，直下班时间，打到赵哥，打到赵哥，大家欺负，来，你要坐过来这边给大哥，坐过来这边，坐过来。三、二、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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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那波都跑不动的时候，波天区你不可以把凶器拿在手上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过头了。
哎呀！开始啦！开始来，全员请上游览车。哎呀，有时候很感慨哦，我们看赵哥跑的那样，赵哥有一个新绰号叫做赵伟叮当。没有，因为弹簧床，弹簧床，我是真的伤到。照理来讲，你制作单位应该体恤我的辛劳，拿一些什么胶布啊，什么轮椅就不必了。哎，拿一些什么那种胶布，胶布他们也有，封闭胶布，贴着嘴巴，贴着嘴巴，贴着嘴巴。制作人叫我们要贴着嘴巴。哎，那个是那个虎标的呢。而且你刚刚跑到快断气了，你不要再用了。好凉哦，大暑七步了。好了，八张七。好，等一下要跑的话，等一下其实那个地方很适合跑一跑。我们等一下去的地方叫马吉玫瑰园，还有很大片的草皮。外面有很大片的草皮，小朋友可以上面要跑多远就跑多远，只怕你跑不到。我们没小朋友，我们是老先生。你们心智都很小朋友啊！泡泡茶，跟赵哥有结怨，可以趁这个机会，因为他今天跑不到。对对对，所以做坏事的话会得到报应，刚好跟我们等一下的关卡是有点关系的。我们等一下玩的就是。恶有恶报，限时内用指定的身体部位将队友身上的气球全部挤爆，率先挑战成功的队伍即可过关。这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这两个男生的话，就是我们会随机决定你身上某一个部位，然后那个部位去把气球给挤爆啊，可能会很困难。哇，就很害怕，哇靠，痛死！我鼻子爆了，不行，都爆了，大家都靠脸吃饭，对对对，啊。你是靠脚吃饭的吧？突然一阵沉默。你靠脚吃饭？我给你脸，你不要不要脸。赵哥靠脸吃饭，我们是靠丢脸吃饭的，赵哥。不要脸的啦，赵哥。来抽一下 Lucky Ball。来，六号。六号。Lucky。哎呀 ，Lucky。善有善报 ，Lucky。善有善气。赵哥，赵哥抽一个，是我啦。下了，他拉皮爆，没了，是啊，十秒就吃来的一万，吃来，吃来，见来的拉皮一号，一号呀，马哥有可能了，马哥来一下，马哥来了，来来，有了有了，三号，恶心，猪猪猪恶心，排名，哎，主持还没超过了，五号谁五号？还没有，赵哥，哥不行，来来，丰田丰田，白球，来一个，抽一个，一号，一号，一号，哦，剩两个，都是黑心吧？都是这样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该不会是我吧？那肯定是泰迪，泰迪，哦，泰迪，泰迪，泰迪，多钱啊？哇塞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好笑，智慧票价。一万块比较好笑，三啊三啊三就三号就抽第三张，很久中了啦，很久没有 cosplay 了啦，我是二零战警，我是很久没有抽到钱，好不好？二零战警。一号哇，不是头就是尾，可惜。好啦，也是 Marvel 的漫画英雄，算是好的。皆大欢喜。二零战警，我们下车告诉你。好，各位小心啊！各位朋友做坏事要小心了。接下来超级英雄，他可以烧毁你们内心深处所有的罪恶感，所有的责任，全部烧毁。真的是智障。马上欢迎我们 Ghost Rider 二零战警。人家是起重机，他太厉害了。快一点，你们少废话。我把你们灵魂深处镜头讲话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我没镜头了，对，我感觉你疯了，你犯贱，三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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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一定要报警，我对不起啊，我是犯贱，我卡住了，不是，你聊不下，哈哈哈哈哈，你面具拿下，面具拿下，
好帅耶！他不适合 cosplay， 都是帅的，这些不好笑。观众进到耳上面，不要做 lucky ball， 这边中西半，对啊，你在，我也想扛。你没有用面具再讲一下刚才那台词，你讲一讲，他不尴尬的讲，你看多尴尬。我把你们灵魂深处的送送回去。把你们灵魂，别抽手哎！这样子我讲话，这样子我讲脏话，吓我！哎，刚怎么拿了那么多的拖鞋？奇怪了，今朝影帝要讲一下。哎，太慢了，好慢，赵少年太慢了吧？能够被长辈打是一种荣幸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洪哥，洪哥讲一次啦，洪哥，我讲，洪哥讲，谢谢，谢谢，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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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把你灵魂深处的罪恶通通烧毁。是教授。是的。再大声！再教授。好，等一下，好，我们要看主任的 news 哥。我要把你们灵魂深处的罪恶通通烧毁。哈你怎么可以打他？不好演。那你们想看赵哥演吗？没有，赵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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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好。趴下，趴下，赵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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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些动物在过世之前，他们会自己跑到自己跑一个墓，安静的睡觉。来来，我们要讲一下这一关游戏要玩什么。我手上骰子呢有六面，都是不同的部位，像是头啊、脚啊，还有这个腋下、肚子之类的。等一下，直到任何一面呢，你就要用这个部位去挤破他身上所有的气球。腋下也可以挤破，腋下也可以，腋下炸这样子。好，你们先逮哦。好，自己灵魂的收回。打上班。膝盖，蛋白质，第一组膝盖挤破，请就位。圣诞树已经装饰好了，跳起来，先踢头，先踢头，暖身，暖身，暖身，踢破，哇，踢昏了，它就好用了。好，来来，哎，限时是30秒，三十秒，所以要快，要快，快很准，预备。蹲下来，对，好，第二组立冬跟豆哥有没有什么样战略？腋下要怎么样弄？到底是惩罚还是趣味感？趣味感，趣味感，趣味感。小心牙龈哦！好，准备好你的腋下了，预备。可以耶！来，来！好痛啊！你痛痛痛痛，你快过来！是吗？好可怕！哈哈哈哈哈！是为什么？腋下如何？哎呦，白痴啊！两个，我腋下好痛。腋下如何？腋下如何？快！腋下如何？快！腋下如何？腋下如何？时间到，怎么流了？怎么流了？
血了，干什么？为什么？医生，他牙周病没有好，你要救救他。哪里？嘴角了。你这是回诊的。哎呦，你整个口腔都坏掉了啦！那个疗程要六次，你才去一次而已。不行啊，时间到了，没有闯关成功。来，下一组，请就位。来，马哥，请决定你要用什么部位。脚、头，好，走起，好，睡，走，好累，好头好弄。计时30秒，预备。小心呢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敢投的吗？感觉很奇怪，逆向回到妈妈肚子，好难，不要，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对，胸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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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恐怖，大的大啊啊，很难看，很难看，很难看，神经病，给你这样吃，不敢吃，吃主机部，好想吃主机部，好想吃主机部，好想吃，好想再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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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屁股，对着屁股，屁股鸡屁股，这球怎么？头啊头。真的很强的，不习惯。这颗太顽强了。好，来下一组，请这位。太贵。好，玛丽已经变身成米妮了。米妮来了。在想起什么？好熟悉哦，好熟悉哦，笑不停。来，重点，关键是少伟哥要用什么部位去撞破这些气球？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脚很脚很小心他的脚胶，来准备准备，来做什么？屁股撅起来，屁股撅起来，预备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太翘了，你靠近，阿迪奥，太疼，阿迪奥，太疼，阿迪奥，太疼，好气爆。好可怕！是他有力气，会不会渗血？渗血！刷刷刷刷！好厉害！过了没？过了没？五连脚，26秒，26秒。他的残影在我这边一直出现，这样。有没有超快？有没有灵活？灵活。有没有觉得我的脚？来，让我们现在玩个，都给你们玩就好。没得玩，没得玩，再送一组嘛。回家玩嘛。回家玩，连衣服都穿好了。不要穿，为什么？去玩呢？玩嘛。玩两球啦！来来来，米奇米妮下班，小飞，我靠，不要碰，不要碰啊，不要碰啊！好，下班，全员进行下一关。好，今天漫长的娱乐的距离挑战赛终于来到最后一关了。好，记得有提醒大家带两套衣服，最后一关又要弄湿了。哦，我们不意外的，不意外，不是。他说火烧我们也 OK 啊。他们太丧气了。来，我们这一关连关卡的名字都非常有巧思。来，一定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水的感觉，还有恶的感觉都在里面。来，预备，然后我们的关卡就是等待0204，限时内两人需用四脚朝天的姿势顶住水盆，并脱掉袜子。率先挑战成功的队伍即可过关，其余输家需接受终极惩罚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有两个先顶住，另外两只脚赶快脱啦，对，然后再换人家。啊，那水脚脱是水盆从头到尾都不可以掉下来。对啊，如果掉下来的话，重新来一次。脱掉两只袜子。来，请抽一下，就是马球。祖祖先，祖祖先，很关键哦，惩罚可怕。好，三号，哎，不会就是。4号，这个腿要很有力的、啊。又要腿，又要腿。1号，哇，哇，找到第一个 ，Teddy，Teddy，Teddy 不要跟我，带东西啊，来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打了，跟转是6吧，战斗。六，哎呦，这种啊，邪门邪门这么好。OK， 4号，四，长短之恋，失望对不对？长短之恋，那组是几号？3号，三，好啊，我，你要跟我，还有6号，一个被哥哥抽走，6号 ，OK OK， 各哥，5号，哇，一个，一个，那一个看不到啊，哇，
哎，玛丽耶，最后一个鸭子，哎呦。二号，哎呦，我跟赵哥是一号，一号，赵哥好，来各位马上进入我们最后一关，请就位。来，这个水盆等一下呢，就会放到你们的四只脚上面。哎呀，在限时一分钟内，把你们四个袜子全部脱下来。大清早两个人躺这样好看吗？好看，大清早晚上已经快要傍晚了，来立起来，立起来。我觉得赵哥可能会抽筋的，赵哥的脚已经承受不住了。好，来哦，计时一分钟，预备，这样子就中间。好，我先躲好。不行，我这边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我们都是不行了，我都没有到，我把你才是在那么高，继续继续，坐下坐下，热门热门，我太快了，而且他想闪还闪，你长太高了，受不了，我没有动，坐下，我走不行，停下来，这个这个好，你进来，我脚不要动，我好酸哦，我没有动，好无辜哦，预备。Round two， 好，我左脚先脱，我让右脚来中间，我让右脚来中间，我让右脚来中间。什么游戏？太侮辱人类了！而且赵哥爬到我这里，来，下一组请就位。太过分！来，准备好了，对对对。好啊，你们可以讲话，你讨论谁先啊？可以讲话，玛丽先啊，玛丽。好，玛丽先。我移到三角中心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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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哎，有有有有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撑边缘啊，撑边缘啊，撑边缘，不要靠左脚移过去，左脚移过到中间去，然后右脚不要晃，不要晃，不要晃，对啊，风神你要稳一点，风神你要稳一点，对对对，对啊，谁看你啊，风神，风神，风神，他是看你啊，风神，风神，没有没有风神，因为他戴面具，没有风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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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角旗杆的鬼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对，可以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三分钟已经过了，好，再给一分钟，一分钟，可以，还有，可以，稳住，等一下，会过，快冲，快，过了，稳住，不能浪费时间啦！玛丽，你讲，玛丽，讲，玛丽，他是没错，你一直讲，对，你那个你不能是个水会讲的，讲了，他不会想要喝回来呀！来，下一组请就位。好，这一组准备啊！真稳，预备。这个很稳，谁拖？谁拖？谁拖？我来拖。哎呦，不行啊！可以，到中间哪里都不要乱动，什么都可以。对，哦，可以。快！这个需要紧张，核心要。你卖叮当啦，你卖叮当。完了。张立忠，你要稳，一个人可以，一个人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要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要动。我演艺圈也至少30年了，我刚要倒，我动吗？你要倒，你要小心倒，你要小心我站在看吗？你要小心能站住，看不看？对，就是你坐的不稳，你要你自己放下来，让自己湿。你说那个前辈这样子，听着前辈，你说演艺圈怎么会进步呢？对啊，这样子吗？这种事情不该怎么做？这种事情，对啊，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？我怕过。现在换你用。换你先，换你先，先先先，看我怎么弄你。怎么样？来了，预备。Round two， 洪哥你先吗？你先，换你先，换你先，换你先，机会来，谢谢你，不会。他没有办法，他下去的时候，你过去的时候，我的左脚会跟着过去，就变三只脚。洪哥，我觉得他水晶也在这里。洪哥也要自己救自己下来。等一下，有机会。洪哥，没有机会，经过。来。
一直快要靠近我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不能再被泼了。你是陷害游戏，好可怕哦！我今天不敢跟张立东一组，不能陷害同伴啦。来，下一组请就位。好，来准备了，计时一分钟，预备。好。请就位。好，来准备了，计时一分钟，预备。好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么移传承。传承。移过去，我看怎么传承。哎，不行。稳住。都可以啦。可以啊，都可以。你要在中间，你要在中间。再推过去，推过去。等一下，推过去。可以。我操！距离挑战赛终极惩罚，你们有没有哪一关不是羞辱人的？我们做两年都在羞辱人，这太羞辱人了吧？没有，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文字的力量真的可以变成非常邪恶的工具。你觉得我们会不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的终极惩罚就是用墨水透过风扇喷在我们的脸上，透过风扇哦，感受那个文字的力量。喷完会变成一个奇。你不要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哦。而且呢，我们还有加码第三棒，我们要让你感觉跟戏中吴康仁那个王赦一样，被大便。破塞！大便准备好了。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？我们要让你们知道鱼二的距离原来这么近。了吧？好，来，请第一棒先过来抽球。快进快出！快进快出！我上来！快进快出！还有一个！快进快出 ！Lucky ball！照顾你，大伯。孙明的力量，这是可以这样玩的吗？哇！英雄，看看你的杰作，你的人心。哎，你看人心吗？这一块我们会在年底做义卖，很不堪的，直接播了。来，谁换谁？来，赵哥，快进快出，赵哥，马丽，省一省。没人讲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没事啊，播一下还好。对了，养颜护肤，蛮好的。差，我等着看第三。
来第三颗背包到底？跟你很有机会，跟你的脸一样黑，要摸来摸去的，摸到了，摸到空的。来来来，猴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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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人要换角色了，一个人要换角色，你也来讲句公道啊！如果我们演艺界三十几年了，要这样子吗？没有啦，你进来吃则安之，拿了钱就要扛啦。 哥，你在那边，我们现在没有麦了，听不到你声音了。不要怕啦，无所谓啦，没关了啦，关了啦。洪哥先抽，先哥，快进快出，我们怎么只有站这几个而已啊？抽抽抽，进，只要黑的就好，不要黑的。黑的。啊！黑的。快进快出，快进，当你黑我。 与二的距离，最终场 ，大家好，我是王赦。公厕吧，公厕，好复杂的内置记忆。我认为应该要了解李小明犯罪，犯罪。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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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一下，不能拘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赦。我认为必须理解李小明，抗议！抗议！抗议！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。 理解李小明，继续讲啊，继续讲，他的动静，继续讲，这是我爱的事情，这是我想做的事情，我认为必须要了解，给我画面，不是这样子，我过关的，对，你对，你要看，我们看到你镜头，帅都是帅，洗干净，洗干净的，各位。 继续收看，下个每个礼拜六晚上8点到10点，《综艺三国志》，我认为必须了解李小明。<笑><笑>